你好，怎么弄的？什么情况？羊水破了，羊水破了。需要是去什么医院？去矿总。矿总医院是吧？去总院吧。咱上山给我警车后边坐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下午四点，接到市民求助后，徐州大龙湖交警大队三中队的民警立即拉响警笛，并规划了最优路线，带着求助车辆往医院疾驰。因为正值假期出行高峰，民警途中不断鸣笛提醒车辆让行，仅用了20分钟，就将孕妇安全送到指定医院。来，给架一下吧，还。能走的吧？能走。据了解，孕妇怀孕38周，离预产期还有几天时间。目前经过治疗后，情况已经稳定。林旭黎记者为你报道。